苹果 iPhone 十四系列正式亮相，iPhone 十四 Pro 真机上手。苹果玩的什么策略？大家好，我是鸡腿，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九月八日凌晨一点，苹果、OPPO 股价一百五十五点九六美元，市值二点五万亿美元。公司举办名为“超前瞻”的秋季新品发布特别活动。本次发布会公布的新品有全新 iPhone 十四系列、重塑的 AirPods Pro 以及三款新 w o t c h 截至美东时间九月七日收盘。 苹果报一百五十五点九六美元每股，涨幅百分之零点九三。本次 iPhone 的升级主要集中在 iPhone 十四 Pro 系列，该系列配置了全新的 E 十六仿生芯片，采用药丸屏设计，新增灵动岛功能，具有全天候显示功能，显示屏刷新率可低至一赫兹。长焦摄像头提升，最高可达两倍。相比之下，iPhone 十四仍然使用十五芯片。 同时配有一个全新的一千两百万像素的主摄像头。此外，整个 iPhone 十四系列都可在离线状态通过通信卫星发送紧急 SOS 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面临四十年的高通胀之际，iPhone 十四系列的基础款和高端的 Pro 款其售价均与一年前的价格维持一致，出乎许多分析师的预料，其售价不变。据发布会公布的价格信息。 iPhone 十四起售价七百九十九美元，约合人民币五千九百九十九元。iPhone 十四 Pro 起售价为九百九十九美元，约合人民币七千九百九十九元。iPhone 十四 Pro Max 起售价为一千零九十九美元，约合人民币八千九百九十九元，均与去年起售价持平。苹果在 iPhone 十四的美国售价上居然和去年持平，这让人刮目相看。市场研究公司 CCS Insight 首席分析师 Ben Wood 表示。 我们本来以为，在通胀、生产和零件成本提高、运输价格上涨等因素下，苹果会提高零售价格。美国七月的通胀率为百分之八点五，较六月百分之九点一的四十年通胀新高小幅下滑。w h i t e b o y 证券的著名科技股分析师 d a n i s 在推特上表示，Netflix、Amazon Prime、迪士尼等大公司的服务都涨了价，苹果敢维持平价。 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供应链控制能力，同时自主研发的 A 十六芯片也给了苹果底气。在苹果发布新手机的同时，美国三大移动运营商也同步宣布最新的优惠促销政策，包括折扣、签约特定套餐可免费换新机、音乐、电视、存储等附加服务免费等。有分析认为，苹果不涨价的背后与智能手机市场的整体下滑有关。据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数据。 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百分之八点七。虽然苹果自身的销量仍然坚挺，但 t n f 估计，全球十亿 iPhone 用户中有二点四亿人在过去三年半里没有升级成新款 iPhone，仍然是苹果最重要的产品，占苹果公司销售额的近百分之五十，同时也促进了 App Store、Apple TV+ 加等附加服务、Apple 耳机和 Apple Watch 配件的销售。二零二一财年。 iPhone 营收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九，二零二二财年预计将上涨百分之六点七，至两千零五十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苹果有策略，虽然起售价没有涨，但苹果或将通过进一步提升高端机型的吸引力来提高整体的平均售价。iPhone 十四系列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没有给所有的机型配备自家的最新芯片，只有 Pro 机型配备了 A 十六芯片，而基础款则仍然沿用。 iPhone 十三系列的 A 十五芯片，最新的药丸屏设计也只留给了 Pro 系列，基础款仍然沿用被不少用户吐槽的刘海屏。此外，iPhone 十四的基础款还增加了六点七英寸大屏的 Plus 型号，基本相当于宣告了前两代迷你款 iPhone 的退出。高端机型将显著提升苹果手机的平均售价，取消迷你机型，增加 Plus 一型。 iPhone 整个系列的平均售价或将提高百分之三。据数据公司 b i s e b a l e Alpha，在二零二一年 iPhone 十三发布后的三个季度里，iPhone 的平均售价为八百六十一美元，达到历史新高。这一平均价格比第一款 Pro 机型发布前的二零一九财年平均售价高出百分之十二。据市场研究公司 c a n a l y 数据，只有百分之九的用户选择了 iPhone 十三系列的 n 你机型。不仅如此。 内存价格的区别也将帮助苹果进一步提高利润率。Pro 机型的高性能镜头可能会推动用户购买内存更大的型号。据财富管理公司 b u r n s t e i n 的分析师 Tony s i c a n a g i 同一 iPhone 机型下，大内存版本的价格上调幅度中有百分之九十成为苹果的毛利。iPhone 十四的国行定价显示，Pro 机型的 eTb 版价格高达一万两千四百九十九元，比一百二十八 G 的版本价格高出四千五百元。 最受大家关注的自然还是 iPhone 十四 Pro 系列，具体上手感觉如何？海外数码达人已经身处苹果总部，为我们带来了真机上手体验。不得不说，这次灵动岛设计辨识度拉满，库克这次你赢了。与之前爆料的完全一致，iPhone 十四 Pro 系列采用了药丸屏设计，但苹果称之为灵动岛，这可不是简单的挖孔那么简单，苹果在内部塞入了一系列传感器。 包含了 3D TL 镜头和前摄像机等等，最为关键的是灵动岛直接长按操控，这在其他手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苹果开了一个先河，估计后续安卓手机厂商会跟进吧。原本看起来很突兀的灵动岛，在视觉体验上居然显得那么和谐，配合上手势操作，大幅提升了使用效率。灵动岛支持显示导航、音乐等通知信息。 这一设计大幅增加了手机辨识度，以后出示健康码就可以大秀一下了。iPhone 十四 Pro 系列此次屏幕素质大幅提升，ProMotion 进一步升级，使其支持一赫兹息屏显示，在息屏状态下壁纸会变暗，并且可以固定小组件在屏幕上。此外，iPhone 十四 Pro 系列的屏幕峰值亮度提升到了两千 nit，这是智能手机史上最亮的屏幕，让你可以在户外清晰地看到屏幕内容。 屏幕尺寸可选六点一英寸和六点七英寸，影像也是这次 iPhone 十四 Pro 系列升级较大的地方。广角主摄升级到了四千八百万像素，二十四毫米焦段，支持四合一像素。更高的像素带来了更强的画面解析力，后期裁切依旧清晰，并且支持拍摄四千八百万像素 Pro 照片。另外两颗镜头为一千两百万超广角，十三毫米焦段；一千两百万长焦。 四十八毫米焦段相机引入了两倍光学变焦，让长焦镜头的实用性大幅提升。通过 iPhone 十四 Pro 系列真机上手来看，背部外观变化不大，广角主摄传感器尺寸肉眼可见的增大了不少。但是相比正面来看，背部的辨识度并不高。iPhone 十四 Pro 系列在视频拍摄方面进一步增强，使其支持了 4K HDR 视频拍摄。 帧率为二十四 fps，并且引入了运行模式，让用户在抖动的状态下依旧可以稳定拍摄视频。自拍方面，iPhone 十四 Pro 系列前摄提升了两倍低光拍摄能力。iPhone 十四 Pro 系列搭载 A 十六处理器，基于四纳米工艺制成，搭载更快的六核心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能力提升百分之五十，功耗相比 A 十五低了百分之二十。毫无疑问，A 十六是地表最强处理器。 可以更流畅的运行游戏，但温度相比1十五低了不少。iPhone 十四 Pro 系列并没有提升充电功率，续航方面相比 iPhone 十三 Pro 系列，视频播放时间各增长了一小时。iPhone 十四 Pro 从二十二小时来到了二十三小时，iPhone 十四 Pro Max 从二十八小时来到了二十九小时。另外，通过上手图来看，金色版本的色彩并没有改动，银色版本相比上一代变浅了不少。 乍一看还以为是白色，而深空黑色颜色更深了。另外，iPhone 十三 Pro 系列提供的远峰蓝正式退役，全新配色暗紫色登场，没有涨价还是蛮良心的。总的来说，通过真机上手来看，iPhone 十四 Pro 系列正面辨识度大幅提升。不得不说，库克你赢了。估计 iPhone 十四 Pro 的销量会创造新纪录。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和介绍给朋友。我们下集再见。